一瓶酱料的奇迹，朝天辣酱年销200万瓶，辣翻国际，红回台。七年级生扛半世纪游行，坚守良心与美味。像我这么对所有事情都很有热情的人，我觉得我都可以成为那个领域的明星。老家贷款拼研发，快煮面讲究天然，米酱磨出新生机，三代翻转碾米厂。因为妈妈不舍得放弃这个行业，所以我在这个行业里面坚持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致富时代本周六日2点钟，掌握乐活消费大小事。